直接学二技能，先把兵线处理掉。对面狄仁杰这把对线，我靠，你敢跟我这么打是吧？第二技能交闪了，交闪了，没有闪现。通往太平之路自古只有一条。我不太喜欢跟这个蔡文姬对线啊，兄弟。蔡文姬这个英雄又有控制又有回血，前期太克制伽罗了这英雄。我先把闪电匕首做出来，一下普攻，接着追，一手二技能大招一开，暴击暴击，又他喵的给我控住了，我服了呀！直接上吧，直接上，可以，很帅呀，哥们儿，你这波越塔非常舒服，这波血赚不亏的，走走走，往后撤，我补点状态去，我把蓝给补一下。这蔡文姬在线上有点费我们蓝，兄弟们。别让他弹我们，走，往后撤。你他喵的！还好我反应快，不然这波直接裂开。追上去，一剑普攻。又没蓝了，还没打两剑呢又没了，我服了呀，这蓝是真的有点废，兄弟，实在不行就在线上跟他打消耗就行，我们主要吃线，待会儿去别的地方打架。你看这差文机，我都不敢开一技能，可以挂一手二技能，霸王一刀斩非常舒服呀，你这打野支援的真的是很到位，三分三十秒钟，这边已经打出优势来了，别着急，趁他没有复活这一波直接把下路一塔拆掉。直接上隐刃吧，兄弟，给我一个蓝，给我一个红行吗？咱就说把这红给我，兄弟，我已经乱杀了这一把。一下普攻，两下，再来一下，可以，很帅。往下路转，往下路转，开个龙吧，打野过来开个龙。请求集合。把这暴君给开了，前期节奏基本上稳住了，好吧。来，我来了，兄弟，打扯一下，别让他打，别扎堆战，对，打这个狄仁杰不能扎堆战的，哥们，越扎堆战他那个法球的伤害是越高。进一下对面的蓝区，宫本身上的话是有蓝的，说明这个蓝刚打没多久，来这边蹲一手，蹲一手，哥们，请求集合，蹲一手，心别慌，手别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，瞬间给他秒掉。嘿嘿，没技能吧，兄弟？不要太掉以轻心。你他喵的，你们打逆风局，就是要小心草丛里边，说不定哪边草丛我都在。现学现卖吗？真的是，也想蹲我。没事没事，哥们，我救你，这个蓝给我好吧，差一个人头超神，这一把这一把不是直接就起飞了吗，兄弟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伽罗这英雄你只要稍微的，你只要不是说段位特别高，对吧，
找个队友保护着你，那不是随便去赢。我来了，不追他，不追他，不追他，走了，没必要去追。其实我教大家一招，你玩伽罗胜率提升在80%以上的一招小技巧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怎样提升伽罗的胜率？大家知道吗？来这边直接拆就行。对面这把基本是废了。注意看我的出装。如果说你玩伽罗经常去打先手的话，你的胜率肯定不会太高，真的。这个英雄一定是要打反手的，兄弟们，一定是要去打反手的，知道吗？就算我的经济比对面，我现在6800经济，对面只有5600经济，经济上面相差了1000多一点点。按道理来说，我是不是该乱杀？确实是乱杀，但是我绝对不能主动去跟对面开。如果说你主动去跟对面开，很容易造成被人家给贴脸。但凡说人家有一个控制，不管是什么阵容，基本上就废了，很容易被人家直接秒掉的，好吧？暴击减速直接秒，一定要打反手，或者说等队友在前面顶着之后我们再去杀，这个时候你随便乱杀就行。没事，稳住。对面有蓝的，兄弟，没有蓝了。逐日之弓一开，暴击减速，再减速，再减速。所以逐日之弓一直是我的核心装备啊。因为现在很多英雄他都会选一些控制的阵容去跟我们打。他喵的，你敢守吗？连个守家的英雄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，兄弟？1、2、3。暴击往后撤，挂一手二技能沉默，解除一下控制，直接拿下，往后撤，走了。你他喵是要反我的蓝吗，哥们儿？暴击减速，再减速，再减速，拉扯一下，问题不大，完全不慌。这就是发育起来之后的伽罗，哥们儿，不管他，最后一件装备，破晓直接出。我现在是10000经济，1分钟之前拉开对面1000，现在拉开对面3000，兄弟。一旦说发育起来，这个控制根本就控制不住。你他喵的还敢控我是吧，哥们？暴击减速，注意宫本复活了，小心一点。但是没关系，我能直接堵在这里。哈哈，你他喵的，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，控住我了。往后撤，往后撤，斩杀了兄弟。我的我的，别着急，我先把对面红给他反了。这个不能着急，慢慢来。他们全复活了，这波兄弟一打四打不过的，往后撤一波吧。宫本应该是没有大招吧？那我这边直接把他的蓝给他反掉，这把已经是可以说是稳赢了。他想开我，兄弟，
暴击减速再减速，拉扯一下，大招提前开，我没了。我说了我经济高，但是我们不能去打先手啊。我活了，我活了，他喵的，这波宫本还有大招，这就有点恶心了吧，这哈哈。暴击减速再减速，拉扯一下，没想到竟然差点给你们翻盘，兄弟。暴击暴击再暴击，往后拉扯，一剑定乾坤，直接拿下中路，压过去直接一波了。预选一手复活甲，切上一手名刀，这个卖了，出这个制裁来吧，准备一波。随便开我无所谓的。Quadra kill。Quadra kill。